爸爸，你之前射过箭吗？你妈不就我射中的吗？那是丘比特干的事儿。我把护具什么的给你们带上。这是什么？女儿。女儿。哦。嗯。好漂亮。这个呢？儿子。谢谢。这个。女儿的。儿子。对，是儿子。儿子。儿子。我的儿子。女儿的。爸爸怎么走那么远呢？哎，我觉得你们是一家人。这是什么？老爷子是吧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弹到了吗？你们弹到了吗？没卡到位，没卡到位，没卡上。啊，来，箭步对人，好，没有见过这样打的吧？没有没有。你俩过去拍个照啊，两个箭在一个时间上，不合适吧？合适，你们俩的那个啥，就你俩的成绩PK 的成绩，过去看一下，来，一边一个，我合个影，照一下。你在这里，我找一个角度，哎，你往那边靠，都靠近靶子。对，一左一右，一左一右。叔叔，我要赢了，能不能单独约你吃个饭？再说。哎，赢了要答应要求的。不能赖皮。家门不幸啊。家门不幸。照照片了，奶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。你看那爸爸的脸哦。啊，一二三。瞎子。你看我把他逗笑了吧？逗笑了，逗笑了。妈，我觉得你可以回去休，你休息吧，回去，好吧？或者我送你回去。送哪？这我的家，你往哪送我？是不是？我说奶奶是神助攻，有没有？亲妈拍一个，我要发给我女儿，我也要拍一个。喂喂，这搞的你怎么把他们都请过来了？哎，我们粉丝啊，粉丝见面会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不等你心情好，我去接去。你以为就你会开车？我跟你说你哦。那你要瞧不上啊，我们都瞧不上，不是也就不存在这些事儿吗？我瞧上了，瞧上了。哎，你还没见人呢，你就瞧上了。我才能愿意，我就愿意。